历任少主少夫人成婚后都需与神树结印，立下契约。这便是少主与连理神树的结印，请少夫人伸出右手与神树结印。春婆婆，兴许少夫人是外族人出入临川的缘故，暂时无法与神树结印，今日先作罢吧。兴许吧，过些时日我让少夫人再试一次。少主，结印是什么？临川历任少主少夫人都有守护神树、保护族人的职责，这结印一旦成功，便是与神树结成了守护契，你若护神树一次，神树也会护你一次。世间竟有如此神奇之术？传说上古神女与一邪魔相爱，二人为天地所不容，合力开出临川这片颇为神奇的大地，隐匿世间。我族族人也是那时误入，才定居于此。后来呢？他们共度了几年凡人一样的欢愉生活，但最后还是被天帝发现，受到责罚，于是便化为两棵古树，守护世世代代的临川族人。那春婆婆又是？神树会在历代族人中则以有缘人为神树之灵，春婆婆就是当今的神树之灵。结印的事你无需放在心上，不结印也是可以的。我能看出来他很喜欢你，又是送花又是贴心照顾你的饮食，这里的人如此单纯，你与他同床共寝，有的是机会杀了他。如今他搬出去住了，你还怎么动手？我今日累了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自有打算。要不公主倒是与我说说你有何打算呢？我可以杀他，可是我杀了他，我就是最大的嫌犯。你是我的侍女，你以为你能逃脱吗？公主说的有道理，我有耐心的，可大殿下没有。三日之内，公主若是再不点手，我就会送公主一份大礼。对了，刚刚这些花瓣上有我送给公主的新婚贺礼，宫里的好东西，怡情水，今夜一定会让她对你欲罢不能。你赶紧劝一劝。怎么一口都没有吃啊？我不饿。什么味道？你为何要搬去偏房住？你一个姑娘家，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和一个陌生男子待在一起，总有些不方便。
我搬去偏房，你也能住得安心些。早些休息吧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我听说临川族规，大婚三日之内女子不能沐浴。确实有这个规矩，那是因为圆房之后。没关系，我带你去。好。你放心洗，我在这里帮你守着。谢谢。我却筹谋着要如何害他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样放弃。见了，已经三日了，公主的万全之策可想好了？你都说了是万全之策了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公主说话不算数，可奴婢自小被教导要信守承诺。给您的大礼，我带来了。赵王后的指甲从前在宫中可是得被悉心养护的，这么漂亮的指甲一点一点的从皮肉中剥离出来，好痛。住口！公主刚刚是不是在找这个？公主别怕，奴婢只不过帮您淬了些毒上去，以便您一刀致命。少主，您的手怎么受伤了？总感觉凤远身边的侍女不太对劲。少主，要不要让春婆婆来看一下？区区小伤，又无大碍。少夫人怎么样了？我总是觉得她有心事，可她似乎又不愿多与人亲近，得想想办法才好。啊，难道是永昭王宫中有什么事牵绊着她？少夫人背井离乡，可能还不适应这里的生活，过阵子习惯了就好。嗯，兴许吧。我让你准备的东西都备好了。少主放心，早备好了。嗯。忘了今日能送来母后的指甲，明日不知还会有什么。喝了也洗的，
底该怎么办？夫人，少主，您找我有事？没什么，只是看你整日闷在房间里，怕你觉得南之院无趣，给你送些东西来。这里面是一些话剧，如果你不想出门，可以在家里作画。少主怎么会知道我会画画？我听说的。吴清，这里面好像没有画纸，你去看看是不是漏拿了。是。风月，我是你的夫君，是你在临川的依靠，你有任何不习惯之处都可以与我说。嗯，早点休息。今晚留下来。我自小都是嬷嬷陪着睡的，一个人睡一间屋子有些害怕。我知道了，睡吧。无冤无仇，威胁恐吓我的是凤吟和花娥，我怎么能伤害他？少夫人早。早。我这就去给少夫人备早食。好。
少夫人埋的那把匕首，少主昨夜应该也看到了。婉渊，她一个姑娘家，带把匕首逢身而已。少主，少夫人如此鬼祟，昨夜有没有用那把匕首做什么？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我不是好好的吗？他能做什么呀？我是万不能再对贺连熙下手的，得想个办法对付华娥。少夫人，该用午饭了。好，谢谢。少夫人，您是要写家书吗？我来帮您研墨。倒不是，闲来无事，我想画一张。在临川，可以传信出去。自然是能传信，不过临川鲜少与外界往来，信或物件都是族内各部间互通。若是要送信出临川，得先送去驿站。我在永昭王宫无法将信送出去，可如今是在临川。我可以再次给五九将军送信求救，这期间我只要牵制住华娥便可以了。他分明拔出了匕首，为何又要放弃那么好的机会？若他真要刺杀我，又为何要将这把匕首埋起来？这些日子他心事重重，也许杀我并不是他的本意，这其中一定另有隐情。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声张。少夫人随身携带一把有毒的匕首，此事一定没那么简单。公主昨夜都已经将他留下了，怎么还能失手？是没有机会，还是已经被他的柔情蜜意所迷惑了？那你呢？你背井离乡为凤英如此卖命，也是被他所迷惑了。可据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可不是什么柔情蜜意之人。公主想说什么，不妨直言。花娥，我既是永昭公主，又是临川少夫人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你若是想嫁人，我为你安排一个好身份，择一个好郎婿，你不再是罪臣之女。若是你不想嫁人，我也可以保证你后半辈子享尽荣华富贵。好啊，公主以为我会这么回答你？我想要的公主可给不了，但是大殿下他或许可以。我劝公主莫要再动什么别的心思，若是换我来动手，那死的可就不是贺连心一个人了。